首先将齿带固定在相机的跟焦环上，安装固定支架，拧紧固定螺丝，插入铝管，安装跟焦器，确保跟焦器齿轮与齿带紧密贴合，连接数据线。向左滑动屏幕，进入主菜单，进入波轮设置，将控制对象改为无刷跟焦器，切换魔术环功能为控制跟焦，三连击跟焦器功能键，旋转跟焦环到最远对焦端，再旋转至最近对焦端，跟焦器开始正常工作。